稍微穿好了吧。哎，好啊，这几管。哎，是的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来。哦，早安。师傅早好啊。哦，午安。午安。来，你的。谢谢啊，谢谢。睡得好吗？来。嗯。好，谢谢啊。等好。你在干嘛？哦，餐车现在排队的人太多。我们的人员太少，所以我在想餐车的管理方案。谢谢。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谢谢。嗯，要不你来帮我教训渣男吧。哎，给。谢谢啊，这边排队啊。亲爱的，你累不累啊？我不累呀。嗯，你怎么流了那么多汗啊？我帮你擦一擦啊。你是不是演得太夸张了？你配合我演一下。哦，我好累哦，头好晕。哦，那我帮你捶捶胸。我手臂，我有点饿。啊，饿了，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。怎么样，因祸得福吧？自从这同房里出现了之后，你没觉得老大跟大嫂的感情是更好了吗？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求你了，别再瞎磕 CP 了好吗？我去给你做。你没看到他们的表演？喜欢吃三分浮夸，三分做作，和四分漫不经心吗？我觉得你就是在跟我抬杠。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老大跟大嫂是没有感情的？干嘛？造孽呀！你啊，我当然有证据了。咱们老大亲口跟我说过，他又不是什么没有见过世面的人，他就算跟秦柔住在一个房间里，他都不会喜欢上她。我们老大呢，有更大的目标，所以呢，你就不要跟着瞎掺和了啊！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。老大亲口跟你说了？小米娃娃，你们偷懒呢？你在画什么？报告海宁老大，现在餐车的效率有待提升，我在设计解决方案，成型后给您过目。这些是脚步吧？要不咱俩试试？来啊！哎，对不对？这样餐车工作效率会更快。感谢老大夸奖。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报告老大，我刚刚想起来，确实有些不舒服。你怎么了？我听出来了，你在生气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生气了？我不生气，我开心的很。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你生气了。你别跟我装可爱，我都听小米万万说了。我说错什么话了吗？还是？你没说错话，那个叫同方里的也没有对不起秦柔，是我跟秦柔活该。啊！你们凭什么那么高高在上的看我们？你和同方里一个样。哎，什么叫我跟同方里一个样？你去哪儿啊？拿被子，今晚我睡车里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渣男！什么渣男？我。那是我的，来，不给你。
你是谁啊？连小孩都欺负，人渣！哎呦！